这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陈氏太极拳的基本功。我们将学习侧面缠丝，左手掐腰，右手向右，右偏马步，然后身体向右转，弧线放大，左手不动啊，右手顺缠捋下来，再变逆缠向右侧拉开，幅度呢要加大，这是侧面缠丝。换手，左手向左侧打开，右手下腰，眼看左手蹲直，加大幅度，身向左转，左手顺缠，手不要超过中线，变逆缠，顺缠，逆缠，双手的侧面缠丝，左手逆缠，右手顺缠，重心在左腿，然后身向右转，左手变顺缠，右手变逆缠，幅度加大，在做的时候呢，十个脚趾抓地，裆要撑圆。这是双手的侧面缠丝，双手的穿掌缠丝，左手从下穿掌，右手逆缠，然后左手向上穿掌变逆缠打开，右手穿掌，右手逆缠打开，左手穿掌，两手如环无端，循环往复。在做的时候要松肩垂肘，下一个基本功叫反手缠丝啊，反手缠丝，身向右转，左手顺缠向上走，右手逆缠下走，然后一重心，左手变逆缠，右手变顺缠，两手的运行轨迹和正面缠丝正好相反，这叫双手反面缠丝。下一个基本功叫双手左顺右逆，鱼掌，双手左手变逆缠，右手顺缠，两手向一侧送过去，然后左手变顺缠，右手变逆缠，捋过来，转胯，再移重心至左腿，再捋过来。
今天的基本功就到这里，再见。